一名女子骑机车不打方向灯，还不断蛇行超车，危险骑车方式，目击骑士为她捏一把冷汗，正想上前提醒，没想到，这样子真危险哎！一名外国人气到不断口飙国际问候，中英文穿插，还气到动手推人。女骑士重心不稳，差点摔车。骂完一轮，气还没消，只见她手一伸，将人拉回来，继续教训。Come here. We do that one more time. 什么车？你知道我说什么，对不对？非常危险啦，这大哥。两名骑士一左一右指正女骑士的蛇形问题，但女骑士并未发觉错误。你这样扭来扭去超危险的，哪有扭来扭去？事情发生在台中市北区汉口路段，女骑士一路蛇形，危险行为，警方最高将开罚36,000，并吊扣车牌6个月。外国人就跟我说，他刚刚在前一个路口已经被那个阿姨超过一次车，然后他也是紧急刹车，他觉得这样太危险了。其实这种行为在国外啊。就其实会被拖下车打的。尽管女骑士违规属实，不过骑士在道路上动手推人也是相当危险，若造成伤害，就算是对的也变错的。记者林元斌、陈正茂台中报道。